大家好，我是爱鱼人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星穹铁道人权卡火佩拉来了。 2.5 流萤售后技能命作曝光，崩坏星穹铁道铁道攻防风 2.4 云泥太离谱，克拉拉连汤渣也喝不上。说到铁道攻防，大家规划抽卡几乎都用到他家的小程序，可以清晰的看到自己的小保底和大保底情况，还有提供部分角色的攻略、队伍使用率等等，让玩家一看就知道哪个角色的强弱，但是可能就触及某些利益了。因为角色使用率关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例如给出千只的持有率是全游最低，那么肯定这个角色有问题，自然玩家是不会抽的，这流水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。攻防的文章也是规规矩矩的，所以应该不会涉及什么爆料和角色拉踩问题。但是有一个关键点，也可能是攻防被封的原因，就是夜守可能挂有账号交易的广告，应该是他方提供，不是自家的。现在已经无法搜索到攻防的公众号了，不过有小号已经崛起，原账号名称后加加。当然这个账号被封还是挺可惜的，抽卡分析凉了，确实不方便。其他小程序可能有提供这样的抽卡分析功能，但是始终没有攻防功能的丰富。 2.4 云里太离谱，直踢克神，克拉拉连汤渣也喝不上。 2.4 版本新角色的一些评价，据悉 2.4 版本是云里加霍霍，娇秋加黑天鹅。从这个卡池的情况来看，娇秋是黄泉的售后必抽，如果是玩卡妈的，黑天鹅要补上。至于霍霍，应该是贩卖最后的情怀了，后续的零杀击破奶，霍霍就没有什么地位了。而云里这个角色建模还行，就是机制是克神的翻版，甚至是尚未替代。据现在的情况来看，云里和克拉拉是一样的属性，一样的职业，一样的机制，一样的狱卒建模，云里的设定完全是参考克拉拉来设计，作为一个完美替代克拉拉的尚未限定五星角色。一直喝汤的克神估计这次连汤渣也喝不上。星穹铁道 2.3 卡池的流萤已经登场，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？除了流萤、软梅的登场外， 2.4 卡池云离、娇秋两位新角色也是很多小伙伴们比较关心的，就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 2.4 下半卡池娇秋的相关消息了。娇秋的定位是火虚无，自身有异伤减防效果，就目前的机制定位来看，黄泉钦定的售后队友，玩黄泉队的玩家们可以说是必抽的角色，把佩拉换下来组成黄泉虚无队简直不要太香，到时候估计黄泉又是一波直接起飞了。除了娇秋的登场外，后续 2.5 卡池的两位新五星角色据说是飞霄、灵沙，其中灵沙是火风摇击破奶流萤的售后队友，技能可以召唤灯笼。就目前的消息简单来说，灵沙可以召唤多只灯笼，灯笼给 20% 左右的击破效率，灯笼每次自主行动解控，回血二选一，灯笼可被敌方单体技能选中，也可以被 AOE 击杀，被杀后对敌方造成伤害和破刃，并为我方全体恢复少量血量。灵杀的一命给全队速度 buff， 二命回能，六命灵杀成召唤师。这么来看的话，有点不太像丰饶，反而是击破同鞋负 C。这位流萤的售后队友不知道后续上线会不会给大家带来惊喜了，不过毕竟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好。